干出的事儿啊，是真学也不会那么高调的方式去表达。我是个简单的孩子，喜欢的就是竭尽全力，如果真的爱你就奋不顾身啊，你情我愿，那两个人就是相依相依嘛。但有的时候人这个老大姐说的也对，是吧，你这个人嘛，你总得有一个咱们就想所谓的你得有个阴晴劲儿啊，是吧。我说你这个还玩那么高冷啊，也真可耽误事儿，是吧，可耽误事儿。你看那很多电视剧里边那都是这样的啊，你这边你所有人都看出他俩要搞对象了啊，你不行，这男的非礼不合，这女的也非礼不合，最后两个人就种种原因吧，没做好意思，给这编剧发挥了巨大的空间。小智说呢，在每次节目里打个卡啊，说做一个简单的人，其实就是能够开开心心的做一些简单的事情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电视剧《一束阳光》的拍摄，我们这